我刚想去打把 PK， 你就看到你了。我也是刚开播，你是第一把。你也是第一把。我们你也是吗？对啊，我也是第一把，我都一直没 P 呢，没 PK 呢。真的。那玩个啥呢？我们两个人玩吗？真心话。随便。哦，你说的啥呀？我没听见。我随便跟他们连玩也行，我们俩玩也行。行，那我们看一下有谁在。好像没有你熟悉的人。随便，不认识的人也行。不认识的啊，我看看。谢灯牌。没啥人呢，今天。那我们俩玩吧。行吧。你想玩啥？桃子，桃子你连过吗？桃子。没有。哎，桃子我应该认识，我不记得了。我应该认识，但是我没有跟他单独玩过，好像我没有连过他。哦，那就我们俩吧。嗯，好。那我玩啥呀？两个人玩啥？我真好久没玩过两个人哦。我们最近玩的都是四个人，都是看他们玩那个什么，就是你有我没有啊，然后当然啦那种。当然了。对。唱个歌呀，那行吧，那我们先那个最后说吧，不然我们俩。好，可以。好。重新来。好。你连我吧。好。哎，这个怎么连呢？这个，好，好，闭麦了啊！好，待会儿见。终于不用问了，终于不用问了，你看问问题很难是不是？好难。对，真的问问题很难。那我干啥呀？我要问你问题吗？问，那我就问你真心话吧。好吧，哎呀，这个，或者你想唱歌吗？唱歌也行，但我今天还没开始唱呢。那问真心话吧。我问的问题也很简单呀，我根本就不敢问你那些。我刚才本来想玩那个快问快答，你就在网上可以搜，就是也不用想。那我看一下呢。那我搜一下快问快答呢。十个问题吧。好，快问快答。我也可以问那个二选一，你玩过没？二选一。嗯，是怎么玩？可以讲一下。哦，他这个快问快答还可以，他的问题。你最想二选一，就是说就比如说面条和米饭，想吃喜欢吃哪个，那种面条米饭选一个，就那种。我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你最想去的约会地点？快问快问快答啊，得快速回答。约会地点，等一下啊，约会地点，就雪天吧。雪天啊，喜欢看雪是吧？好，谈过这可以问感情的。快问快答里应该可以。哦。谈过最长的一段恋爱是多久？两年半。哦，交过几任？还有联系吗？有一个联系，工作当中的联系。男性朋友多还是女性朋友多？女性。上一任的身高是多少？身高啊？1.77米吧，1.77米左右。劈腿和谎言，你更不能接受哪一个？劈腿，啊，不对，更不能接受什么？啊，你谎言。哦，你相信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？日久生情吧。最害怕什么东西？说三件。
什么东西？蜘蛛最怕。哦，螃蟹。螃蟹，怕螃蟹啊？就是那种节肢动物，我特别怕。哦，蜈蚣腿多，你怕吗？对对对对对对，那种。哦。嗯。好像十个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差不多了。哦，嗯，螃蟹还，那你吃螃蟹吗？我吃，我吃。哦，我才怕。可以吃。嗯。还有怕啥？怕尴尬。我怕尴尬哦，对，尴尬确实挺怕。尴尬，嗯，没了吧？还几个了？还有一个就是，你在感情中你是主动型还是被动型？哦，这个真好多问题啊。被动。被动型 ，OK， 行了，那差不多十个了，这好多，好多问题留着。嗯，留着啊，嗯，留着下次玩。对，下次玩。嗯，好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好，走了，拜拜，姐姐，拜拜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嗯。